佛手瓜原产于墨西哥，它的外形非常独特，因为跟佛手柑很像，然后又有佛手的感觉，所以大家都称呼它为佛手瓜。那一般市场上呢很难看得到它，就在产季的时候比较常见。不过佛手瓜的嫩叶就很常见了，就是经常可以在市场上买得到的龙须菜。瓜香果味沙拉材料有佛手瓜二分之一粒，大约160公克；芭乐二分之一粒，约160公克；凤梨大约1/6，约100公克；综合生菜100克；柠檬一粒80克；橄榄油80cc；意大利黑醋120cc；胡椒盐少许。首先我们只要把佛手瓜、芭乐、凤梨、柠檬切薄片备用。第二步骤，综合生菜洗净，沥干水分，放在盘中。三，佛手瓜、芭乐、凤梨、柠檬片加入橄榄油、意大利黑醋、胡椒盐拌匀，然后可视风味再加入九层塔，放好之后再置于综合生菜上即可。